者梁伟明综合报道。 WTA 职业女网总会超五系列的杜哈女网赛，台将詹浩琴与中国杨昭轩首度合拍，第七种子詹杨初登场，历经磨合，6-1、4-6、10-2强压乔治亚卡拉西尼可娃 Oksana Kalashnikova、 白俄罗斯马罗扎娃 Lizara Morozova， 有惊无险开壶晋级双打16强。芳龄24岁的詹浩琴与新搭档杨昭轩拍赛就拼出气势，头尾破乏压制对方人马，首盘轻松拿下，只不过次盘詹杨错失2-0开局，被对方反扑追平，盘末发球又失手而丢掉，所幸战线拉近超级抢时，詹杨及时回稳灭火，前后排连下6分拉开差距，总计一小时内胜出。转战中东的宝岛三星钗，此行都荣膺双打种子，各自在32签出局。詹浩琴的姐姐詹永然为现任女双球后与捷克名将赫拉可娃 Andrei Hlavakova 荣膺第二种子，然后配首轮免战直接安抵16强。至于32岁的谢淑薇，虽然单打会外一战出局，双打和中国老战友彭帅排第5种子，螃蟹组合首战澳洲雅达查科 Monique Adamczak 乌克兰克奇诺 Lyudmila Kikunok。 詹浩琴左杜哈女网双打开壶，詹浩琴提供。